上集我介绍了满岐洞和蒜山，今集就会介绍米子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我的广岛攻略啦。天之真名井被环境厅指定为八选名泉之一，是山荫的代表名泉，冲水量高达2500吨。清澈的泉水通常都会用作生活的用水啊，或者农业用水。1992年，泉的周边就修建了一些茅草屋顶的水车小屋、凉亭、散步路等等的。
嘅早餐好豐富，可能我哋未瞓醒，好味啊！唔係啊，瞓醒咗，擘大眼都未瞓醒。佳新温泉附近有一個叫海岸的散步和慢跑路線，由日落到到夜晚的十點，這一條的海岸散步路就會有很多的燈光，更加漂亮。沿著這個日野村的河口走出去，就可以望到一個大山，好天的時候還可以看到島根半島的前端，可以邊散步邊跑步，欣賞很漂亮的景色。下集我將會介紹廣島的美食，大家千萬不要錯過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